你们好，欢迎来到大鹏教育国画学院，是吧？花鸟专项提升课程。那今天呢，是我们的花鸟专项提升课程，是吧？老师上花鸟上晕了，是吧？花鸟高阶写生课程，是不是？咱们现在呢，上的是写生，还不是专项了，是吧？也是文浩老师陪着大家呀，走过我们大鹏呀最后一程了，所以说呢，希望能给到大家带来非常欢快的写生课程，希望同学们能够喜欢。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一个绘画呀，就是荷花。我相信啊，各位同学经历过我们花鸟专项的，一定呀都画过荷花，是不是啊？有同学没有画过荷花的吗？还是好好给我们上课吧。好的，那同学们可能都画过。是不是啊？那包括荷花的体态特征啊，你们也都看过。不过呢，文浩老师在这儿再给同学们展示几个，就是，是吧？我们是吧？从，Hello，同学们，现在能听到文浩老师声音吗？来来来，现在能听到文浩老师声音吗？同学们，大家唱歌吧，哈！文浩老师又要一头大汗了，能听到是吧？电脑突然之间罢工了，电脑可能被文浩老师的热情呀给燃烧到了，是吧？现在可以听到是吧？可以听到呢。那稍等一下哈，老师再把直播切换一下，我要把现在和同学们的互动切一切，然后再可以上课，好不好？Hello，同学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大鹏教育国画学院。Hello，同学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大鹏教育国画学院花鸟高阶写生课程。那今天呢，是吧？现在没有说错，是不是？那首先呢，咱们话不多说呀，老师肯定又要急出汗了，是吧？还好，还好，是吧？那紧接着咱们来看一看哈，我们今天荷花，我相信同学们在我们之前的一个花鸟专项的一个课程里面都学过荷花的一个绘画方法，是不是啊？那想不想知道这种绘画方法是从哪来的？它的一个由来是如何转变过来的？以及呢，是吧？我们过会儿我们文浩老师也给同学们展示一下哈，我们是吧？画成花鸟专项那样的一个案例的那种情况，是吧？还是属于小写意的一个范畴内。慢慢的，我们到大写意，或者是说像我们张大千呀，是不是？包括呢很多，你像咱们王雪涛呀，他们画的一个荷花又是什么样子？咱们一块来看一看，好不好？首先呢，我们今天画的是荷花，那这块呢还是要给同学们提点要求。我看咱们班的作业是吧，交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还有部分的同学还没有交啊，在这地方文浩老师就一一的不点名了，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同时呢，是吧，今天我们了解写生荷花的一个绘画技法，以及呢写生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好不好？那来。咱们来整体的来看一看荷花的一个姿态。那荷花呢，整个的一个感觉呀，它是什么？它还是非常美的。我们呀，把荷花誉为什么呀？白莲是不是啊？同时呢，和佛教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同时呢，你比如说我们清供图里面也会经常有荷花，包括荷花呀。是吧？像莲藕呀、荷花呀，是吧？一直是我们普罗大众比较喜欢的。没有声音吗？来来来，同学们，没有声音吗？能听到文浩老师声音吗？其他的同学可以听到吗？如果可以的话，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那荷花的花瓣儿呀，我给同学们形象的比喻一下，它像一个勺状小勺子一样。是吧？你要把这种体态特征给它刻画出来。同时呢，荷花的花瓣啊，它其实如果是细分的话，它是分为了外边和里面。你比如说这个部位，它是属于外面，这块呢就是属于里面。同时呢，给人的一个感觉啊，其实这个是还是说比较白的。你像这样的一个小荷花来说呀，是不是？它外面的一个处理是比较红的，里面呢是偏白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能明白吗？好吧，这是一个前后的一个关系，内
和 y 的一个处理，所以说呢，咱们哎知道线条如何去提炼了，然后呢，如何去绘画，是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我们今天也画一个比较富贵一点的荷花，我们所以说把它的一个花瓣儿啊找的比较多一些。不过呢，过会儿呢，我也会简单的给同学们来展示几个，是吧？当哎我们的内心世界达到一定的高度，抽离了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花瓣的时候。一些真实实物存在的时候，我只化成我想要表达的一种内涵的时候，哎，它又可以如何去处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能明白吗？你像八大山人的作品，偶尔我也有展示，哎，还有这种小荷叶呀，哎，卷帘在一起了，是吧？它的一个姿态又是如何去处理的？是吧？同学们一定非常着急啊！慢慢的啊，同时呢，今天其实画荷花有两大难点。难点在哪？第一个是花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荷叶了。为什么呢？因为荷叶呀，大部分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既要注意它的一个正反眼影的关系，又要注意啊它的外轮廓的浓淡许，外轮廓的参差不齐，浓墨色的浓淡变化。所以说呀，整的同学们啊一头雾水。又喜欢荷花花头的一个非常曼妙的一个感觉，但是呢，又迫切荷叶难以处理。我今天呢都会给同学们教授到，所以同学们一定不要着急，瞪大眼睛跟着文浩老师好好来看一看今天的荷叶应该如何去画，好不好？在上课之前呀，文浩老师还是给同学们来展示三张作品。啊，这三张作品都是谁的呢？是我们各大名家的，比如说第一张是八大山人的，是吧？我们看到八大山人的这张作品，同学们和刚才的一个荷花进行做比较的话，你看一下，是吧？和这种荷花去比较，你能想象的出来吗？它是从写生当中，也是从写生当中提炼出来的，它也不是随便去画的。那真有荷花长成这样吗？其实没有。能明白吗？是八大山人自己内心的世界，借物抒情，对吧？借物抒情，同时加入了自己创作的一些什么绘画笔触，产生了一个画面的感觉。但是，是吧？我们所以说我们整个的这一轮课，是吧？一定要注重的是什么呀？第一个是什么？是我们的写生。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创作，它又叫写生创作课，是吧？所以说，对于创作如何去处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画过，最后一个真的画过吗？最后一个呀，是我们潘天寿的一张作品啊，在里面给同学们说一下。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下，你比如说，哎，第二张作品是谁画呢？是张大千画的。你看他内心当中的一个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呢，我们潘天寿他内心当中的一个世界又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说那句话，叫借物抒情，都是荷花，但是是吧，都是从大自然当中提取出来的，都是从这些题材上提取出来的，但是每个人绘画的一个什么手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呀，文浩老师也希望是吧，跟着文浩老师学完了写生课程之后，你看大自然当中的东西，除了要了解它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原理以外，也要把自己内心的世界给它放到里面去，形成自己的一个绘画语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那话不多说了哈，这是文浩老师画的一张荷花的一个大结构，也是非常简单的，是吧？那其实和我们呢之前花鸟的一个案例都差不多，但是呢，难点不在于案例。难点在于里面的一个内涵，好不好？好，话不多说了，来，同学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文浩老师手，并且能够看到画面的同学，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抓紧时间。来了来了，抓紧时间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什么？文浩老师，刚才有同学说文浩老师是不是又吓了一身汗？是吗？倒没有，天气太过于冷，文浩老师还没有出汗。先给同学们，今天呢，我们重点学习的逻辑啊，是先从荷花开始处理，慢慢的荷花，然后呢，花瓣儿是吧？叶子，莲蓬这样的一个学习逻辑，好不好？首先呢，我先给同学们加一点，挤点浓墨，
先蘸点重墨 你了解一下我们荷花的一个结构。那荷花的用笔啊，也是偏什么呢？哎，偏灵动一点的，是不是啊？咱们呢，哎，从这个荷花里面找几个花瓣来重点的来研究一下，还是从细节上去入手，你才能够重点的去明白。比如说，咱们找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一，我找，哎，是一，把它调大一点。你看这个小荷花是不是啊？那我带着同学们先去找一找哪个结构呢？咱们随意哈，我先随便框一个，比如说先去找一找这个结构，是不是啊？或者是呢，找一找这个结构都可以啊。咱们来勾勒一下，我去对景写生了哈。你看，是吧？哎，我可能今天呢只带一个墨汁，是吧？带点墨汁，带一支毛笔。我就出门了，哎，看到一个呀，非常饱满的一个小荷花，我就想把它描摹下来。啊，我把图片压下去。你看，一个小花瓣，我要给它描摹下来。勾线笔，是不是啊？第一个，咱们在这个地方啊，压下去。是吧？拾起，然后呢，包裹下来，是吧？往下走，哎，这是它的这一边，然后呢，啊，再去拾起，哎，虚收，哎，往里来，是吧？你看，我去单看哈，我单去画这一个小花瓣。好，旁边呢，这里面哦，还有一个啊，哎，穿插过来。是吧？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小花瓣的一个小结构，是吧？然后呢，我其实带着同学们去复习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啊。那好了，我在处理的时候啊，文化老师说了，线条呢稍微呢不要这样子的，什么灵动啊，再稍微找点变化。比如说我要找变化的时候，是吧？往里走，是吧？我把这条线呀，哎，变成了两段，要稍微让线条。多点生命力，是吧？做一下扭转，但是呢，因为荷花整个花瓣啊还是比较的柔软的，你这个里面呢小线条不要铿锵有力，能明白吗？好，这一块呢结构，是吧？能明白吗？我不知道同学们能不能明白啊？来，咱们其实在复习的哈，从这个小花瓣到这个，再到这个，它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是不是啊？好，紧接着呢，我上一节课又讲了什么呢？我上一节课讲的是什么呀？哎，讲的是一个啊，变成我们写意的一个绘画方法，是不是啊？咱们整个的一个结构讲到了变成一个写意的方法，比如说啊，刮掉水分啊，整支笔我蘸点重墨，笔尖蘸点重墨，然后呢，吸掉水分。蘸颜色的时候就要有墨色的变化，是不是啊？来看一看啊，如何去处理？漏风起笔，是吧？漏风起笔，然后呢，把笔按压下去，啊，往下，哎，走，好，继续加点水分，然后，哎，这边，啊。把花瓣给它画的大一些，是吧？好，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说了哈，它的花瓣外面是偏什么红一点的，里面呢是偏淡一点的，所以说咱们在处理的时候，笔尖啊，把它的小结构稍微一夹，是吧？哎，我觉得这个小尖儿没有出来，是吧？我把这小尖儿往上挑一挑就可以了。同学们能明白吗？到现在为止，哈，老师讲的这变化过程能明白吗？能明白给文科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啊，能明白给文科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啊，这是一个过程。好，紧接着再去来，是吧？好，下方还有
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再来一种的变化，那变化的是什么呀？是我们的一个写意的大写意的一个回答方法。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大写意的一个回答方法，稍微注意一下干湿浓淡的变化，可以了。我这一笔加不加都行，能明白吗？再来的时候，你看我用笔的时候，哎，注意笔墨情趣了，是吧？可能同学们没有看爽，是吧？没有看过瘾。老师，你怎么把它揉出来？行，你看，可以了，能明白吗？哎，从这一步，第一步这个呢，我满脑子考虑它的形，是吧？哦，慢慢的，我要把它形减去一部分了，是吧？我要把它的形象减去一部分了，我自己加点变化了，然后呢？是吧？我再去处理的时候呀，我要加什么啊？我自己认为的颜色区分了，是吧？颜色我给它加大了，啊，再去处理呢，到这块的时候呀，哎，我已经只是注意到浓淡干湿笔墨的情趣了，但是，哎，它整个的一个基调，你不能说啊，因为它是往这儿的，是吧？看到了没有？因为它整个花瓣是往这儿的。哎，老师豪放到呀，是吧？老师再豪放，也不可能给他豪放成这个样子的，往这块儿去的，是吧？这就是太违反写生的原理了。但是整个的一个状态是可以画成这样的，同学们一定要明白，它是不管怎么着，你要能明白它是从这儿过来的，是吧？好，这是一个小花瓣儿，那。啊，咱们类似哈，再给同学们说一个，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经常会画到的，是吧？为了你抒发内心情感，经常会用到的，比如说，哎，像这一个小花瓣，也是经常会用到的，对不对？哎，有点像我们的四分之三册，是吧？好，紧接着再带着同学们来感受，整支笔蘸点，是吧？蘸点重墨啊，你看。压下去，哎，漏风起笔，是不是啊？漏风起笔，线条压过来，往下走，往里收，看到没有？线条要稍微的柔弱一些，啊，然后紧接着从这儿，是吧？最后，哎，旁边。是吧？这个姿态。能看到吗？好，那处理完了，咱们就不往下画了哈，直接用写意的方法去处理。啊，带着同学们，咱们直接用写意的方法去处理。我们来看一看。啊，整支笔，笔尖蘸个曙红就行，是吧？甚至于有的同学说，老师，我想再增加点墨色变化，我上面呢再加点胭脂也是可以的，好不好？你看，从这儿的时候我去处理，啊，漏风，把笔。往下收，往上抬，啊，来旁边把我的毛笔呀、调锋，啊，调锋处理，这一个小姿态，是吧？你要把这种碗状结构，啊，我们说，我不知道同学们理不理解，是吧？花头它是有碗状结构，哦，它是有勺状结构的，它像一个小勺子一样，花瓣的一个处理。啊，再多给同学们来展示几个。啊，你慢慢的，其实我们画花瓣的时候，慢慢的，我可以画成任何种的一个处理。啊，你看前方的，是吧？像哪个哈？像这个吧，是吧？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吧？我可以把它处理成这样。漏风起笔。多去找点动态上的一个刻画哈，你看从这儿漏风起笔压下去，哎，往下收，哎，这个小花瓣呀，稍微的没有那么的大了，是不是啊？偏什么啊？哎，偏薄一点了，因为它要给另外一边留出来位置，哎，圆润一点过来，是不是啊？哦，这块呢，因为它有一个小翻折，那这种小翻折画完之后啊，再给同学们来感受，哎，压下去。是吧？再抬起来，往里收，看到了没有？
是吧？这个姿态，它其实我们要去找它细节上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今天画的是工笔，是吧？我要找它细节上的变化，它里面的一个线条变化是这样子，是吧？这一块的结构，是吧？我是要这样子把它的体态特征给它画好的。那你看，因为有个翻折，当我们画成写意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呀。它其实只要你漏风起笔压下去，哎，提起来，是吧？这就是我们从线稿里面过渡到我们的写意里面的绘画，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过渡过程。同时呢，这边也是，对吧？甚至于里面有些小小的一个处理，我都不画了，我用留白的一个结构，就把这种小勺状的感觉给它体现出来。是吧？这块听明白了，给文科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二哈，抓紧时间。听明白，给文科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二，啊，多带着同学们画几种姿态啊，是吧？好，紧接着咱们再来这儿，是吧？再多画几个，啊，这一个，是吧？这一个处理，啊，这个处理也很简单，你看，漏风起笔。是吧？哎，压下去，哎，往下收，是吧？哎，这块刚开始往下走，慢慢的往里去收，是吧？你要把这种柔软的小花瓣的感觉给它体现出来，同时，是吧？对景写生嘛，啊，咱们虽然叫对景写生，但是你其实慢慢的它是有一些些许的变化。再来，你看后面我老是框住的这个。是吧？那框住的这个，其实我在处理的时候，你看也是可以。是吧？各种的姿态都是可以去给它表现的。好，那再来最后一个哈，往前去处理。嗯，比如说我画一个这个，是吧？这个是往前的，那应该如何？去把它把握呢？你用笔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特别是收到觉得它是花心的位置了。你比如说，我要收到觉得它是花心的一个位置了，是吧？我在刻画的时候呀，哎，慢慢的就要把笔抬起来了，啊，外轮廓这块重一点，觉得要到花心了，慢慢的把笔抬起来。然后这一个，我还是用笔的时候。往里收拾，是吧？各种的一个姿态都是可以的，好吧？紧接着，文浩老师画了各种的一个小花瓣的一个姿态，其实呢还是偏于写小写意的一种绘画方法，带着同学们来感受一下花瓣的一个感觉吧，好吧？好，那这块我就不给同学们重点讲了，然后呢，慢慢的，老师画一下前面两个，刚才画那个不就是前面两个吗？是吧？那慢慢的，我带着我给同学们说一下哈，是吧？咱们如何把这朵小花全部给它画完？啊，同学们不要着急，我给它全部给它画完。那全部画完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是不是？哎，全部画完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我先画哪儿，再画哪儿，再画哪儿？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老师，我先画的是哪块？哪个花瓣儿？我给同学们有一个规矩，是吧？这条规矩呀，不是铁定的，但是呢，是我们初学者来说呀，是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规律，一定要先画前面的，再画后面的。比如说，你看，我先画前面的花瓣儿，花瓣儿是吧？花瓣儿，花瓣儿是吧？画前面的，画两侧的也都可以。然后紧接着。是吧？画中间的小莲蓬，最后画后面的一个结构，能明白吗？这是一个前后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刻画的时候，有同学说，老师，前面的到底先画哪一个？一二三四有一定的顺序吗？没有，没有太固定的一个顺序。比如说像它和它，是吧？你把整朵花都画完，它两个放在最后，可以吗？可以，对吧？那比如说我们画完这朵这个小花瓣，画完。这个小花瓣儿，这个小花瓣儿，再画这个小花瓣儿和这个小花瓣儿，可以吗？可以。这两个小花瓣儿最后画可以吗？可以。
能明白吗？但是只要有叠加关系的，一定是先画前面的，这是一定的，没商量的，好吧？比如说，同学们，是吧？咱们先画哪个呀？咱们一定是先画这个小花瓣，然后呢，哎，旁边这一个，是吧？来，跟着文浩老师，咱们一块来处理。先里后外，先里后外，先前后后都可以，是吧？有同学说了，老师啊，那是不是这条铁律呀，就是一个铁律啊？以后呢就不能被打破了，是不是？不是，你水平高的时候呀，你想怎么画怎么画，是吧？特别是艺术的东西，它一定是没有什么，没有规矩的，没有规规矩矩的，是吧？有一定的规矩去框的它，它就不舒服了。你看，咱们看一看前面这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小花瓣，我用笔的时候给同学们框出来哈。比如说这个小花瓣，是吧？我在处理的时候漏风起笔，从这儿啊画在中间吧，画在中间，我稍微小一点，不然的话把我们整个画面都给挡着了，稍微小一点。是吧？用笔的时候，你看漏风起笔，是吧？用笔的时候压下去，往左，是吧？然后带着往右走。这是前面的这个小花瓣。好，这个小花瓣处理完了之后，我处理一个左边的。前面这个小花瓣，因为我要处理的时候，我要有漏风，让红色都留在上方，在这儿是吧？你要紧凑一点啊，漏风还是漏风起笔，啊，把笔完完全全的压到笔根，然后呀，慢慢的往里收笔，能看懂吗？是吗？慢慢的往外收笔，可以补一补笔。是不是啊？把笔触和笔触之间多点粘连的关系。好，处理完之后，哎，旁边啊这块稍微有一点，哎，小结构给它加上，是吧？哦，紧接着我画哪儿呢？啊，画这边和这边都可以，是吧？文浩老师觉得我想画这边，是吧？当然了哈，它本身的一个结构就会有一个什么主次的变化。啊，疏密的变化，比如说这两个小花瓣我挨得很紧，这个小花瓣我跑到一边，是吧？它本身就有一个疏密的变化，所以说咱们不如呀，借着它这个疏密的变化，连想都不要想了，来连排都不要排了，是吧？直接就可以入画了。啊，有的时候呀，如果这边你比如说，如果真实的一个小花瓣里面这样子又长一个，你是不是就要把它给拿开？懂吗？我不知道同学们能不能明白。老师，这也没有什么鄙视的家伙，是吧？你看这个地方，如果正好有一个小花瓣，是吧？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把它真实的事物哈，真实的画面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讲主次疏密呀，对吧？啊，浓淡呀，这种关系。比如说，如果真实的花瓣里面这块长了一个，哦，你就要慢慢的给它拿开，让这块的小豁口和这块的小豁口不一样，能明白吗？这是我们说。虽然是对景写生，你要找变化，甚至过会儿我给同学们画一画。哎，如果是啊过分的夸大这种对比关系，一写像八大山人呀，他们画的一些画面又是什么样子，过会儿都会给同学们做展示，好吧？先不要着急。你比如说，我处理到这儿，是吧？我再稍微离远一点，是不是啊？离远一点。然后它太高了，稍微我让它稍微往下来一点，啊，漏风起笔，哎，压下去是吧？压到笔根，哎，慢慢的往里收。没有。啊，这有一个，是吧？继续。这块的一个后方是吧，高一点是吧，错落有致，啊，错落有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既对称，既对称。但是呢，很多同学啊，你看到实物的时候，往往就会忘记这个问题。
但是要文浩老师给你提一提。你看，哎，我在刻画的时候有意的往里面再去收一收，目的，我有的时候有意的往里面收一收，目的是让它，你看，特别是到这块的时候，我慢慢的，哎，把毛笔要提起来了，它是往里面收的，是吧？从这儿拿过来，啊。这个小花瓣，是吧？结构咱们就交代清楚了。好，你看后方还有一个，但是你整体的看一下颜色还可以，但是是吧？后方还有一个小花瓣，但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就不能这样处理了，我们要稍微的偏淡一些。啊，颜色就，不要那么重了，啊，穿插一下，能明白吗？哎，穿插一下，结构就舒服了，是吧？这是我们说前几个，前面那几个小花瓣，是吧？哎，同时呢，紧接着咱们看一看后方还有一个，这个小花瓣呀，在画的时候呀，它是稍微偏胖一点的，调这个曙红，是吧？从这儿，拉下去。往里收，这个小花瓣，结构，是吧？好，处理完之后，两边的一个结构我处理完了，是吧？整个的一个大感觉我也表示的清楚了。然后呢，哎，前方有一个小花瓣，是吧？刚好能把这块的一个漆平给它破一破，是吧？如何处理呢？你看。从这儿，哎，它本来呀是稍微偏中间的，因为这块有一个齐平的感觉了，我要给它，留出来了，锋起笔，从这儿做一个小碗状哈。你压下去，然后顺势往上提。是吧？小姿态，我要给它体会出来。好，这是对，这是到现在为止咱们是对景写生，是吧？好，处理到这儿的时候呀，整个的一个花瓣的姿态我处理完了。然后慢慢的，你看，其实我要再去处理的话，我觉得这块还是有点不舒服，不如来这么一笔，给它破一破，是吧？也可以。好。加点藤黄，黄色的东西呀，在画面里面，特别是在白纸上，有点不太显。咱们呀，直接给它换成绿色的小脸谱。我去处理里面那个小脸谱，给同学们来看一看。啊，花青。加上藤黄，调成一个草绿色，稍微加一点墨，颜色还是稍微重一些。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加点赭石给它降降调。小莲蓬这个结构。比较重一点的绿色哈，这个时候要处理的时候呀，要把它这个圆形的结构给它体现出来。哦，这块是一个小圆形结构。好，其实你看它里面的细节的时候呀，这个小圆形结构啊，可不是规规矩矩的，而是呢，这种有一点参差变化的，是吧？处理的时候要有点这种参差变化的线条呢，是要有提按小褶皱的。然后瞬间往里面去带，看到没有？好，往里带完之后，我光画画大莲蓬的时候啊，再给同学们重点的去讲，单独讲莲蓬的时候，我这块稍微的往里面做一做，把这个厚度给它体现出来。
好，莲蓬子。还是重点的花青，还是一个重绿色，勾线笔拿一支非常稍微偏纤细一点的勾线笔，调出来，用笔的时候调大一点，让同学们看清楚，然后给他画莲蓬子，你看。所以说，每个人呢都已经写生呀，是吧？还会根据什么情况呀？还会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来处理。什么叫做实际情况呀？比如说，有的时候画到一张纸上的时候，突然之间产生了一个变化，以及呢内心的一个想法，是吧？然后整支笔蘸重墨，我给他每个小台点上都给他点一笔。点一笔提精神，然后呢，还蘸一点比较淡一点的绿色，调一个藤黄偏多一点的绿色，去处理它，下方的这个小平台，刚好呢，这样子一涂出来，把我们小莲蓬的一个是吧结构，就给它挤出来了，是不是？好，这是一个小莲蓬，是吧？好，小莲蓬刻画完之后呀，咱们紧接着往后去处理后面的小花瓣，是吧？你看整支笔，我再去处理后面的小花瓣。正后方它是有一个的，咱们这个要给它找一点嘛变化呀，压笔。是吧？下收，慢慢的按提起来，是吧？从这块包裹过来，这是一个在后方，是吧？左边和右边也有，这块压过来，这个厚度和这个它的这个厚度和后面这个厚度，你又要找点变化了。它虽然呀，后面的厚度呀差不多，是吧？但是我要稍微找一点变化，比如说这个我压得重一些，慢慢的提起来，是吧？变化的东西还是要有的。然后这块儿，同时最后，是吧？我从里往外这个地方调一个比较淡一点的，这块给它收一收。用笔的时候。聚拢在一起，是吧？我给它加一个小合格，调小一点，调一个绿色吧。线条要苍劲有力，有点曲折变化，是吧？慢慢的，你看这个小线条上面，我再给它点点儿，大小，是吧？疏密，有点飞点。层次的一个变化，同时呢。我们再看，里面，这里面，线条要长，是吧？加一点这种层次的关系，是吧？它的一整个的一个小花头的结构就处理完了。
好，这是我们说荷花的一个结构，是吧？然后这还是比较对景写生、规规矩矩的，是吧？那我给同学们说，我拿到这个小画稿之后，我回到家，是吧？我把它提炼，是吧？可能哈，不同的一个小线稿，不是针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写生的。那我给同学们说一下，有的一些画家在回到家之后，他会把整个的一个画面都画成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呢？他是要有变化的，他是很丰富的，内心戏是很足的，是吧？你比如说，我给同学们展示一个，整支笔，我去蘸一点点的曙红，是吧？他可能看到了花瓣之后，稍微有一点扭转，他里面就想，哎，我这个花瓣如果是我对生活有一些不满，我能不能把花瓣进行夸张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在这地方，你比如说，看这个花瓣，用笔的时候，是吧？卷曲，做卷曲的一个变化。然后。啊，从这儿，再去来，往里收，往这走，很简单啊，再往这儿，是吧？压笔的时候。啊，他已经不在乎他的形大概是什么样子了，啊，已经不在乎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实物形是什么样子了。我只要是把笔触的浓淡变化给它体现出来，啊，整个的一个大感觉和大姿态是包裹在一起的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再往这儿，是吧？是吧？好，哎，这种聚和散的夸张的表现，也是这个小画家想去表现的。你看，再来一个，是吧？当我的花瓣更少的时候，当我花瓣更少的时候，在这地方，漏风压过去，在这儿。继续往下走，是吧？这一个结构，然后旁边，你看从这地方，是吧？再去给它画的时候，哎，压过来，包过去，像小金鱼，为啥要像小金鱼呢？是吧？你看，从这儿，哎，我这个地方如果是哈，你还比较清楚的，是吧？我在这地方给它画一个脸红头，是吧？它不一样。也是可以体现出，画者的一个情趣的。你，我从刚才的这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小花头，是不是啊？慢慢的处理，有一定的一个内心戏丰富，有一定情感抒发，对自然的一个把握之后提炼的一个过程，是吧？哎，形成了不同的姿态的小荷花。啊，不能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小荷花不是从里面去，不是从大自然里面找的。其实你真真实实去看的话，是吧？我们来看一看哈，它有的时候呀是拿来主义。比如说这一朵小荷花，我把几朵小花瓣摘出去，别的小花瓣有好看的，我再安插过来组成的，我认为美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小花瓣像不像这一个，对不对？哎，这个小花瓣像不像这一个？是吧？你看这个姿态是从他得来的，
吧？只不过我在大小位置上是做变化的，这样子画面才会更舒服。同学们，老师讲到这儿，能明白吗？如果能明白，继续给文科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三。来来来，同学们，老师讲到这儿了哈，能明白吗？咱们要能知道哈，这条路径路线是如何体现的。同时呢，我老师为什么要画这样的小荷花，是吧？你看到人家大所谓的还大师他们画的一些荷花，你要能明白，哎，如果是我看到大自然当中的一些东西，我如何把它提炼，我如何最后提炼成我想要的一个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说，哎，那么内心的情感的一个抒发。为什么还是老师回到第一句话里面来，是吧？外师造化，终得心源，你心中要明白，是不是啊？同时呢，我们这样的一个绘画已经不在乎具体的一个形了，而在乎呢是什么呀？哟，而在乎是我们笔墨上的一个情趣。你看，文浩老师刚才第一章，是吧？我给同学们拿一拿哈。第一章的这个小花瓣儿，是吧？线条用笔的时候都是偏柔软的，还是比较的柔软的，对不对？是吧？哎，到这块的一个处理，它就是什么？哎，比较的浊起来，然后点，啊，甚至于我这样的，我说它一个小花瓣嘛，也是一个小花瓣，是吧？我已经不在于表现它具体的一个东西了，我在表现的哦，不再表现于。它是不是一个小花瓣的一个姿态了？有的时候它前后的这种翻折我都不去表现了，我仅仅是表现出你比方我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好了，是吧？我用两个笔触，我就表现出来这个小花瓣了，一样。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小花瓣我就，哎，它的一个姿态就从这儿来表现出来了。它是慢慢的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好不好？这是我们说荷花，我再给同学们找一找。文化老师给同学第二个要想讲的内容，哎，花苞，是吧？花苞的结构就更简单了哈，是吧？你比如说，如果是我找这个小花苞的一个结构，勾铅笔。啊，那手不明白。你的手不明白怎么办呢？文浩老师单独还给你的手讲一讲，嘿嘿，单独给你的手讲一讲。啊，你看处理的时候，好，继续，咱们再去刻画，是吧？咱们再去看一下啊，你看整个的一个这个小花苞，是吧？哎，小花苞处理的时候，哎，你看，其实里面啊，我们细细的看，哦，一个小瓣儿，它都是将要干嘛的？将要开放的是吧？将要开的，所以说它里面的小花苞呀，哎，是非常丰富的，变化是非常多的，是吧？里面的一个小结构。非常多的，但是呢，我们是吧，从这种绘画方法，但是我再去处理，处理成写意的一个结构，它是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你看，也一样，处理成写意是吧？一个，因为笔触有变化嘛，两个，然后哦，三个。这个高一点，哎，这个小一点，哎，四个，是吧？这一个小花瓣，是吧？从这儿到这儿，然后其实我们慢慢的再去画的时候，哎，又一个变化了。有的时候呀，那就画变化成这个样子了，能明白吗？甚至有的时候呀，是吧？哎，点一个小点儿，它就可以了，是吧？点一个小点儿，它就可以了。所以说，小花苞还是很简单的，是吧？有的时候呀，花苞一般都是偏次要的，是吧？
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在刻画小花苞的时候，你知道哦，它也是从这种变化过来的。有的时候呀，哎，大概点个2到3笔就差不多了，好不好？这块我完完全全的给同学们画一个，是吧？画一个结构偏饱满一点的，完完全全的草绿。在这儿地方哈，你要加一个。花托是吧？哎，旁边两边呀，要稍微的什么偏小一些。这边的小花托啊，淡一些，高一点。花头，小花苞。这样子的结构就可以了。抓一个，好几个。是吧？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就可以了，是吧？这是我对景写生的，是吧？我还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对景写生，哎，慢慢的从这儿找出我的一个，哎，意境的一个表现。可以，是吧？哎，谁能不说我不是从他？到它，这就是一个变化过程，能明白吗？从它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是吧？哎，我难道我就画成这样的一个结构？我说它是小花苞，是吧？它就是小花苞。哎，你像我们，啊，有的时候，你像，哎，谁嘞？文涛老师突然之间啊忘了，啊，倪瓒，是吧？那个非常有洁癖的，他晚年呀就画竹子。是吧？有的人说，哎，你画的竹子像茅草，哎，对的对的，我画的是茅草，啊，那句诗怎么说的？文浩老师忘了，哎你画的像柳叶，对的对的是柳叶，啊，我画的是我的内心，你怎么评判是你的事情，是吧？啊，我的内心要遵从我的内心的，这就是写生到创作，啊，你慢慢的你要能够明白创造的一个原理是什么东西，啊，他要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抒发。是吧？这是我内心情感的一个抒发，同时我也希望同学们内心的情感的抒发和文浩老师是不一样的，好不好？好，这块儿咱们就讲到这儿。花苞呀，还是比较简单的哈。第三个，哎，第三个就荷叶了吗？好吧，来，给同学们说，整个画面里面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荷叶。你的内心好调皮，啊，你也比较调皮的哈，怡宝同学，你也比较调皮的哈。好，紧接着咱们看看三，看看这个大荷叶，是吧？我们说大荷叶整个的一个体态特征，啊，我如果是去处理的话，老师画花瓣时笔是不是要转呀？转不转都可以，但是你把案题的一个处理给它画出来。我想做一个什么变化上的扭转，你比方我在这儿按笔，哎，转是吧？我有的时候手腕转，有的时候笔转都行，是吧？你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好不好？哦，这个大荷叶，咱们再来去了解一下，是吧？整个的这个大荷叶。整个的一个这个大荷叶，它基本上呢都是正面的，是吧？但是正面的，我们说正面的叶子要稍微的重一些，所以说我在处理的时候呀，这个墨色要有一定的变化。那一般呢，我们会选择呀，哎，中间这一块呢，稍微给它留一留，画面才会更舒服，是不是？
哎，中间这块留一留才会更舒服。那应该如何处理呢？我再给同学们拿一支稍微比较大一点的笔触，啊，带着同学们来感受一下。哎，一个小结构，文浩老师是如何处理？你其实呢，它里面呀，我们如果是把它给分解开来的话，是吧？哎，一个小圈儿在里面，是吧？然后呢，哎，往外去生发，是吧？每个结构，你看。往外去生发，哎，从这儿，是吧？这个大荷叶的姿态其实就是这样。但是呢，你的笔触，你如何把它提炼成一个写意的笔触呢？其实我们是从这儿起笔，然后往里面收，顺着它的一个体态特征去画，顺着它的结构去画。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荷叶呀，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整支笔调淡墨。是吧？好，调好淡墨之后，笔尖呢，我蘸一个重墨。老师画荷叶用什么笔？用一个大号的尖毫笔，或者是一个小号的剃头笔都可以，反正得用一支大毛笔，是吧？以保当初画鸟的时候就调皮，还有小绿绿。是的，是的。来，咱们看一看啊，我先说一个笔触，对吧？比如说，哎，咱们整个的一个画面在处理的时候。嗯，那从这儿，是吧？拿笔，揉搓，是吧？笔触和笔触之间，要粘连，展示一下调墨。好的，调墨不很简单吗？是吧？墨分五色，有没有？我把它调小一点啊。墨分五色，有没有学过啊？是不是啊？学过墨分五色，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哈。整支笔调淡墨，水分稍微多一点，刮去水分，笔尖蘸重墨，是吧？好，你看我按着它的一个结构去处理哈。好，处理到这儿是吧？然后呢，哎，这块有一个是吧？方向上的改变，对吧？因为这块是往下搭着的，能看到吗？是吧？能看懂吗？哎，往下搭着的，哎，你看，再来。啊，蘸点重墨之后，还是，是吧？你看，这个面是往下切，这个面是往里收，看到了没有？这两个面，同学们，是吧？这两个面，老师是怎么处理的呢？只是方向上做改变就可以了。这个往上戳的可能没有它真实的实物那么的什么那么的写实啊，是吧？因为国画做不到特巨写实，这是我们本身笔墨情趣就达不到的。但是你如果是想把这块的一个结构处理出来，就是把这个笔触是往上方去，这块笔触平一点。同时，文浩老师找的是一个什么干湿的一个变化？什么是干湿的一个变化？是吧？哎，这块是湿的，这块是干的，对吧？做一个对比，这就是我们文浩老师内心戏，是吧？我要加的东西。继续，再蘸点中墨。是吧？哎，从这儿，是吧？我要从外往里了，你看，把笔压下去，用揉加搓的一个方法，是吧？揉，慢慢的干，哎，往里带，笔触，我说，哎，笔触和笔触之间增加点粘连的关系，是吧？我稍微让它长一点，它和这块做一个，是吧？明显的一个区分。继续。外轮廓，是吧？到这块的时候，再往外走，再大一点。用笔的时候，是吧？酣畅淋漓。按藏笔下去，抖一抖笔，慢慢的把。画面往上提，
好，紧接着你看到这块的时候呀，我们慢慢的去处理。你看到这块的时候是吧？哎，这块感觉是最高点是吧？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然后慢慢的往上提一点了。哎，我往上提一点了，是不是啊？哎，提一点之后，哎，紧接着它可能接一个长高一点的，然后往里凹。你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要把它给夸大，是吧？所以说我不能，哎，这条线我直接就给它处理完了。如果是我这块直接处理完了，好，这整个成一个小方块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紧接着接下来的一个下笔，是吧？我就是能明白吗？哎，我就远了。是吧？接下来处理，哎，我就远了，是吧？然后再来，好，不管是怎么处理，我这个笔触行笔的一个，方向都是，哎呦，行笔方向都是往这个点上去交的，能明白吗？所有的一个笔触、行笔的一个轨迹都是往这个点上去走的，是吧？下面，远一点啊，往里收。紧接着就开始高了，是不是啊？墨色不太舒服，啊，我给它加一加。好，处理到这儿，处理到这儿，我要再讲一下了。你看到这块的时候，有一个小翻折，是吧？好，用我们勾线的一个方法可以把它给画出来，用我们写意的方法很难去处理，能明白吗？你要想处理，除非把这块的一个留白给它留大，要不然咱们就不处理。要不然咱们只出了一个小豁口，你如果想把这个翻折的一个表现用写意的方法处理很难，除非你把它给放大。啊，哎，往里收拾，再来，笔触继续，哎，这块整个的一个。好，我讲一下。文浩老师画完画到这儿，我要是吧？你看，我直接选取的是直接给他留个小豁口就可以了。我要处理的一个内心戏和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要把它处理的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是吧？哎，整个的一个外轮廓，对不对？而且呢，两边稍微让它长一些。同时呢，我用笔的时候是拾起，哎，抬起来。好，当你把笔压下去是吧？整支笔，你看，当你把笔压下去，好，整支笔是摊开的，是吧？摊开之后，哎，一行笔就干了，就，是吧？就出这种一个效果了，能明白吗？压下去的重量不同，呈现的笔墨情趣也是不一样。继续。啊，加重墨。啊，紧接着，是吧？你看我在这儿，是吧？哎，处理它的一个大结构。哎，这块我就不这样处理了，是吧？大概找一找它的一个姿态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这块明显的哈，你看这块的姿态，哎，它好像在一个面儿上，是不是啊？然后，哎，这里面的一个纵向，好像在一个面儿上。所以说，你稍微的给它，变个处理方法。同时，外轮廓呀参差不齐，所以说你要把这种，参差不齐的感觉呀，是吧？给它刻画出来。是吧？然后在这地方，啊，加上一个叶心，
啊，加上有小爱心，有同学说老师还要给他再勾了线条嘛，可勾可不勾，是吧？你如果想勾，是吧，也可以勾上，但是呢，画成文浩老师这样的一个小荷叶的一个绘画方法呀，其实啊，勾了眼睛啊，有一点儿什么啊，画蛇添足的一个感觉，是吧？你可以不勾，但是呢，如果你想勾，是吧，也一样。是吧？哎，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的一个荷叶，哎，就是从它来的哈，看到了没有？从它来的，哎，下方呢有一个荷杆儿，下方有一个荷杆儿，啊，表示一下，点上点小台点。好吧，同学们，哎，这样子对景写生的一个变化，同学们能明白吗？如果能明白，给文浩老师啊回复一个数字一，来来来，抓紧时间，能明白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来，各种的一个姿态是吧？大概我是怎么提炼出来的？好，那把它给拿走，看看这张是吧？我看看这个里面还有什么我觉得美的东西，我再把它给画一画，找一找啊，我看下一张有吗？准备了两张，你看这一张里面是吧？我再给它画一个，我找找啊，对比一下，好，咱们用下一张，咱们用这一张。这两张荷叶呀，还是比较多的，是吧？好，紧接着呢，我去给带着同学们画一画哪个呢？我就带着同学们，哎，画一画这个，是吧？咱们画一画这个后面的一个，是吧？哎，它的一个姿态。当都是重墨了，是吧？画翻页了，是吧？画一个翻页，翻折的页。啊，让同学们弄明白如何去处理。画翻页，画翻页的时候呀，首先我是画淡墨，是吧？先去给它画淡墨，整支笔调一个淡墨。翻页的一个用笔其实也差不多。对吧？你看，在这儿的时候，我整个的一个翻页，哎，从你看这块儿哈，它这个一个结构是往里面收的，是吧？哎，这块的一个结构是往里收的，是吧？这块的一个结构是往这儿走的，是吧？所以说你弄明白，这是两个叶子的一个姿态，好吧？以后都变成声控了，该多好，是吧？缩小缩小，还变大变大，这样子文浩老师觉得是吧？写生课带着同学们画的时候呀，手忙脚乱的，右手拿鼠标拿毛笔，是不是？左手拿吸水纸拿遥控器，好，紧接着咱们再去看一看啊，我是，哎。因为我的结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第一个先画外面的，是不是啊？你看外面的结构，用笔豪放一些，是不是？哎，它的，处理它的时候，你只要找点方向上的不一样就可以了，是吧？同时呢，外轮廓不要画太圆，找点变化。是吧？这第一个结构。哎，第一个结构，同学们知不知道这块的结构在哪儿？哎，可能一等呀，其实画的时候要快一点的，不然的话这块衔接不上来了。
但是呢，我还是要给同学们交代清楚，老师先画的是这个结构，能明白吧？好，紧接着，是吧？找里面的，处理完了之后，哎，从这儿，啊，我要把哎往里收的一个结构给它处理出来。是吧？它下方的一个荷叶呀，还是比较多的。那用笔的时候，是吧？这个姿态我刻画出来了吧？是吧？你看整个的一个这个面儿，哎，这个地方和这个面儿，我给它处理完了。好，处理完之后，紧接着我要画它的正面的叶子了，所以说我要蘸重墨了。重墨用的时候和文浩老师刚才教你们的用笔是一样的，从这儿慢慢的往里收压，正叶的荷叶和反叶的荷叶，哎，有点对比关系也是没关系的。你看，它其实处理完之后呀，是吧？你这个重墨，给它压的时候呀，自然的把它的浓淡关系，把它的一个层次。是吧？给它处理出来了。有的时候压的多一点，有的时候漏一点，是不是啊？重了。是吧？哎，这样的一个体态特征。啊，咱们的大感觉，找一下外轮廓的一个结构。啊，这是我们说这个荷叶的一个翻折。然后我再带着同学们去处理，你比如说哈。是吧？我再找一找，啊，这还没有什么太好翻的了哈。我给同学们，画一个别样的哈。你看，我想象中的一个翻折的，其实它都是一样的，是吧？那整支笔调一个淡墨，是吧？你看，往上去处理，咱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这个。这个结构呀，文浩老师找了好多，是吧？没找到啊！简单的给同学们说一说，你看它其实我画上杆儿，你们就能大概的明白了啊。画一个小杆儿，啊，这样的一个姿态。好，处理完之后，紧接着蘸重墨，上方。那这块头稍微大一点，这块偏小，它是一样的，下方的一个墨色稍微偏大一点了。这块用笔的时候，你看我用笔的时候稍微偏豪放一点，点呀、揉呀、搓呀，都是一样的，是吧？一起运用，把画面的灵活度给它处理出来。瞬间把它，书写性是吧？把它给结构给它刻画出来，稍微等一等，咱们的颜色干涩一些，是吧？等颜色稍微干一干，再给它勾勒上叶筋。
是吧？整个的一个姿态，能明白吗，同学们？这个姿态，你能想象出来我老师画完之后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吗？是吧？各种的一个，哎，这样子，这个荷叶的一个，是吧？翻折的一个姿态，我也给他画完了，是吧？好，那荷叶我们处理完了，紧接着，是吧？同学们，荷叶听懂了吗？荷叶听懂了，给文科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哎，其实呢，第一个就是哈，是吧？第一个是吧？我们要想刻画这种荷叶，第一个正面的叶子和反面的叶子，我要强烈的给它拉大，是吧？这种浓淡的关系，我要强烈的给它去拉大。然后呢，当你想。是吧？大写意里面其实只像文浩老师处理到这种，只是注意它的浓淡关系就行了。你要想把它刻画的细一点，是不是？细致一些，你就把墨不就把这个行笔的方向感给它处理出来，是吧？我再给同学们做个总结。你要想处理的细一点，我就把用笔的方向感给它处理出来就行了，是不是？但是呢，其实画到大写意的一个状态。用点笔的一个揉搓就可以，好吧？好，继续哈。哎呦，一讲呀，时间就有点搂不住了，搂不住了。我一看时间呀，都已经这么晚了，还有，好，今天啊，估计文浩老师要拖堂了。紧接着，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莲蓬啊，这小莲蓬啊，这种小结构。老年用淡墨是吧？整个前方是吧？用淡墨压笔往下一揉，整个的一个前方的结构我就给它刻画出来了。然后呢，整支笔我蘸点稍重一点的颜色，是不是啊？老师耍太极了啊！稍重一点的颜色，这地方稍微的给它增加一下。哎，前后的这种关系是不是就处理出来了？加一个小合格，是吧？小莲蓬的结构其实也很简单哈，我简单给同学们说一下哈。如果想细致的了解一下莲蓬的结构，下节课还是荷花，只不过下节课是真真实实的对景写生，就拿一张图片，咱们如何去临摹它，是吧？但是下节课的时间可能会多一些，老师再给同学们细讲，好不好？小莲蓬呢，咱们就留着了啊，下节课再讲，好不好？那紧接着我去就不去重点的去给同学们说了，咱们还是呢抓紧时间画案例吧，不然画了我们觉得案例画不完了。老师就是用刚才我画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是不是？老师就是用刚才我画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哎，最后把它组合成，是吧？组合成我们整个画面的一个姿态。你看，几点到几点上课呀？几点到几点上课？咱们是7点钟，你不知道吗？咱们是7点钟到，九点钟是吧？不过呢，没关系是吧？今天呢，基本上老师啊一讲讲的多了，讲的细节呢有点多，但是也是想让同学们听懂。下节课咱们还有时间是吧？下节课老师再带着同学们去，重点的再来说一说，好不好？然后紧接着咱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花头呀，在中间的一个位置，它是比较重要的啊，还是呢借着我们刚才的那朵小花，只是把下面的几个小花瓣给它去掉了这样的一个姿态。哎，旁边呢加一个大的一个荷叶是吧？这个也是我们学过的，刚才我们加上这一个学过的，再加上一个侧着的一个小莲蓬小荷叶，整个的一个大感觉咱们就给它处理出来了，好不好？老师有事先撤了，不能撤，是吧？我都还没撤呢，抓紧时间给我回来。追梦人不准走，此树是我开，此路是我啊，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听完本节课再走。好，紧接着呢，咱们去处理一下哈，你把画面调到小一点。是不是啊？然后是吧，我去处理哪儿呢？是吧？处理啊，先去处理这朵荷花，是吧？
同学们拿出一张四尺，拿出一张四尺三开的纸来，哎，我们把它横过来，啊，四尺三开的纸，我们把它横过来，哎，去处理最主要的这个小花，最主要的这个小荷花，我调一个横中线和竖中线哈，给同学们来看一下，横中线和竖中线，找到中间的位置，再找小荷花，大概在这个位置，好不好？哎，就是在中间偏右一点点，是吧？哎，鸭掌别让它跑了。调大，我只是把刚才所有的小花呀，哎，教给同学们演示的一些小花，把它给柔合成一张花。把我们的曙红拿来，颜色用的时候呀，稍稍的重一点。这可以画四尺的吗？可以是吧？你随意。现在还同学们都开始画四尺的了，啊，有的同学呀，同学你们是不是觉得画的越大越厉害？哟，这个人呀，画个丈二的，画个四尺的，画个八尺的，好厉害呀，是不是啊？能明白吗？啊，他不是画多大，他就很厉害。这个人就怎么着厉害了？画一个巨幅的什么什么东西，你们就觉得这个人的水平很高。那是山水画，能明白吗？山水画是这样的。花鸟画不是，花鸟画又叫小品画，是不是啊？展览需要大的，那是展览的问题啊，和花鸟画本身又不冲突又不矛盾，是吧？你看那个徐渭的画，是不是？陈淳的画，是吧？哪有几个画的画多大的？花鸟画就越精越小，玩的就是这种小情趣。画一颗石榴，是吧？画一个桃子，画一个花瓣，画一片叶子就行，是吧？我不是说刚才那位同学不可以画四尺的哈，当然你有想画四尺的一个能力啊，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要告诉同学们，山水画才是追求越大越美，越大越好，花鸟画千万不是。有的同学给我说，老师，我什么时候才能画大的呀？才能画个四尺的呀？你个想法就不对，你没了解于国画的它的一个什么内涵，是吧？我都没了解花鸟画的一个内涵，花鸟画就不是追求的这个东西。花鸟画就在于你这个笔到底是往左扭扭还是往右扭一扭，是吧？其实我们说的，再直白一点。看谁的帕金森综合症帕的好，是不是？花鸟画就是练的这个玩意儿啊！看谁帕金森综合症帕的好，是吧？好，你看这是一个，哎，小花瓣儿，然后呢，上方再给他加一个，你知道八大山人帕的好，是不是？哎，他就出名了。你看齐白石画的那些画，哪有几个是很大的？能明白吗？慢慢的，啊，往里收拾。咱。不能说是吧？有的人，有的画家是吧？他画大啊，人家是手上有功夫，人家可以画大是吧？但是呢，花鸟画其实最终追求的一个状态，它就是这种小的一个笔墨情趣。我是脑血栓后遗症。好，紧接着呢，哎，从外往里，你看，把笔漏锋压去，压到笔根。是吧？然后慢慢的往里收，那是你也能画大的，你少来，
告诉同学们的是什么？不要太过于追求这些东西，是吧？啊，现在就要画大的，现在就要画大的，什么什么？哎，你看你没跟着文化老师啊，把这种小情趣画好，你画那个大的一点用没有，能明白吗？其实我是想告诉同学们，是吧？别盲目，太过于盲目，学画呢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是吧？一笔一画的去处理，先弄懂。先弄明白，是吧？然后再去处理。好，你看整个的一个小花瓣儿，是吧？给它加左边和右边，笔压下去，往里收。俺们不急，不急不急，是吧？下手，这个压下去，小花瓣儿注意用笔是吧？按题的变化，画面才会更舒服。在这儿。后方呢，淡一点，是吧？好，这样子的话，一朵小花的一个大概的结构我就处理完了，是吧？这朵小花大概的结构我就处理完了，是吧？处理完，咱们等它干，啊，这块还是湿的，咱们稍等一会儿，啊，顺着，好，来跟着文科老师，这朵小花画好了，给文科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来，这朵小花画好了，给文科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用笔注意按题的变化，啊，同时所有的小花头啊是往里面收拢的。好，同学们处理完之后，紧接着我拿出墨盘来，回个复一。啊，回个负一，是不还没准备好纸呢？整支笔调淡墨，笔尖蘸重墨。蘸重墨，然后从外往里收。你看这块儿，我从这儿往里收，揉笔，是吧？揉搓。慢慢的，是吧？是吧？浓淡干湿要给它处理掉。老师，这卡纸买不到，画不出那种意境，和卡纸有什么关系？老师刚才，用的是什么纸啊？用的是我们的宣纸，不也一样吗？是吧？你看，再去，皴擦一下。哎，记住哈，哎，同学们，自己回忆一下之前在花鸟画里面，是吧？学我们荷叶的时候学过分组吗？我问一下，是吧？在花鸟画学荷花的叶子里面学过分组吗？刚才文浩老师没有讲分组，你们学过分组吗？有学过的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跟着文浩老师的可能是学过分组，其他的同学有学过分组吗？如果有学过，给文科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学过是吧？学过还就行，那我就不怎么讲了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分组，这是一组，这是一组，对不对？还真有没的。早给老师了，哎，啊，你给哪个老师了？我给你要回来去。啊，下一节课好不好？啊，已经忘了是吧？还给老师了是吧？下节课好不好？下一节课，啥叫分组是吧？
下一节课我给同学们再讲一讲荷叶的分组啊，没学过的也不要着急，是吧？下一节课咱们呀就剩一个对景写生，时间呢还是比较充裕的啊，剩下的时间我给同学们再讲一讲分组，荷叶的分组，咱们再把之前的给巩固一下，再拿着实物图给同学们讲分组，好不好？不要骚动，千万不要骚动，没讲过啊，我再给同学们做补充，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没讲过，是不是啊？我们花鸟组是吧，在培训的时候啊，每位老师我都给说过，是吧？应该如何啊？每节课的一个知识点，我不相信你们说没学过啊。你们要说还给他老师了，我信。啊，你要说没学过，我觉得还不对，是吧？好，里面的结构呀，啊，都去处理一下，是吧？慢慢的把这个结构继续从外啊往里收拾。这儿。老师用了什么笔？我用的是一个，是吧，比较大一点的尖毫笔，类似于小提斗呀，这一类的毛笔，啊，比较大一点的笔。好，处理完了吗？处理完了之后呀，我给它接上。是吧，整个的一个荷叶。是用的什么笔？秋明来一句毛笔，是吧？你们呀，原来是吧？你们也自相残杀的。好，同学，抓紧时间跟着文浩老师，到现在为止能跟得上的，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二，是吧？这个大荷叶画完了，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二。抓紧时间，是吧？画完了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二。是活跃气氛。是的，是的，就你最厉害。哎，处理完之后，我摸摸哈，把他的一个。花心的结构，花心的，是吧？荷叶叶心的结构给它处理出来，同时用笔的时候压下去，这样子把整个的一个小荷叶的姿态给它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啊？好，老师用清风尖毫笔画花好用吗？都行，清风尖毫笔呀，是不是啊？都行都行，只要是尖毫笔都行。而且呢，清风呀，它只是一个。毛笔的一个品类，能明白吗？毛笔的一个名字，清风呀也分好和坏，有的好一点的清风和差一点的清风也是不一样，能明白吗？但是其实，
整只加花青、加藤黄，是吧？再调一下。老师，我专门给你写了一份真情流露的感谢信，记着啦，记着啦，是吧？本来还不记着呢，自从你说了这句话之后，我就记着了。哎，秋明，你上过文浩老师的花鸟课吗？秋明，你上过文浩老师的花鸟课吗？我带过的学生呀，真的是有点多了，是吧？老师有点不太记住了。秋明上过，没有，你还给文浩老师写过感谢信？我先画画，让文浩老师想一想，好不好？来，紧接着咱们再去处理，是吧？我处理它的一个外轮廓。来，你看里面的一个结构，是吧？花瓣。拿勾线笔，花青加藤黄是吧？调一个草绿色。然后，哎，把里面的一个，哎，调一个比较重一点的绿色，用勾线笔调，是吧？调完之后，画一个小花，是吧？秋明同学，不要伤心啊！文浩老师现在记着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呀，是吧？同学太多，哎，你不是文浩老师班的，我还真有点记不住，是不是？小驴子在一起的，我明白了。潍坊是小驴子那一期的，是吧？小驴子那一期的，是文浩老师比较早的一期了，真的是哈，是文浩老师比较早的一期的花鸟课了。那估计也是文浩老师，第几次？第2次还是第三次带的花鸟的课？太早了，你看加上一个底色，是吧？好，把它的一个细节给它刻画出来，然后呀，我们可以调一个曙红，是吧？再调一个胭脂，小驴驴呀，是吧？怡宝呀，啊，还有很多的还同学是吧？啊，都是文浩老师那一期的。好，话不多说了哈，整支笔蘸胭脂。然后在里面去处理哈，你看，是吧？胭脂我给它勾了一下，压住是吧？往里收，看到啊？我们处理它的一个花蕊的时候呀，也是用的这种什么？钉头鼠尾的一个结构，是吧？钉头鼠尾，线条呢稍微的有点有长有短，是吧？错落的一个结构。好，处理完之后呀，我把它的一个台点给它加上。刻画的丰富一点，是吧？调小一点，是吧？这是我们前方的一个花头加叶子。好。然后呢，紧接着我们要去刻画后面的那个小荷叶了，是吧？我们要刻画后面那个小荷叶了。那后面那个小荷叶需要注意什么呀？需要注意它里面的浓淡变化。你看，首先，整支笔，我们调一个淡墨。我们调一个淡墨，
我想在后面加一个小合影，先从这儿，是吧？这种穿插关系和前方的一个，小荷花是吧？花头花瓣是吧？流出来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留白就可以了。加点花青，调一调，让颜色稍微做点区分。啊，先把这个体态特征给它处理出来，然后呢，蘸重墨。这个重墨呢，不要比下面那个荷叶重，稍微淡一点，是吧？从这儿压过来，然后再往下走，是吧？感觉这个荷叶是搭下来的，能明白吗？哎，往这搭的，是吧？这个点出来，好，整个的一个下方的荷叶，咱们又给它处理完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处理是它的层次感，一前一后，哎，再往后，是吧？后面还有东西，这样的宽度。为什么我们只就这么简简单单呢？是吧？一小点距离，我们能够咫尺千里，原因就在于我多几层叠压关系，是吧？好，后方的一个荷叶，老师可能刻画的稍微有点快一点，但是呢，其实基本的一个处理都是一样的，只要你记住它的一个什么，用笔的一个干湿浓淡变化，同时呢。哎，里面的一个结构和外面的一个结构要做区分。好，那我把画面调小一点。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我去处理一个淡的一个颜色。为什么这个地方处理淡的颜色呢？哎，反而我觉得这块稍微有点漆平了，是不是啊？我不如这地方加一个淡的颜色呀，给它，是吧？补充上去，哎，我们叫错落有致，这也是我接下来需要重点去处理的。你比如说加点花青啊，绿色少一些，可能呢我稍微蘸一点点的三青，提点三青。丰富一下画面。加点清水，好，是吧？调好了，调好之后，我从这儿往里找变化去。你看，用笔的方法还是一样的。同时呢，哎，我该，有的地方我该加一点清水，加一点清水去处理。哎，用笔要揉搓有变化。它还是按照一个荷叶的一个姿态去处理的，哪怕它淡，你要感觉到它还是在找一个荷叶的姿态，哪怕用笔，我也是要往一处去走的，是吧？这样子的话，整个的一个姿态，你看它加它浓淡变化，是吧？重。哎，稍微淡一点儿，虚一点儿，这种自然的过渡就舒服了。好，到现在为止，同学们能跟上吗？能跟上，继续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六。到现在为止能跟上，继续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六。从整个画面上明显就能看出来，这块是紧的。那旁边这一块呢，我就要刻画的松散一点，这紧和松的一个处理，也是画面非常重要的一块知识点，是吧？你过来看我如何处理松。好，总之笔稍微加一点曙红，点一点就可以。好，看到同学们的一个回复了哈。
是吧？其实针对于老师，今天的电脑一直和我作对，现在好了吗？是吧？好了吗？咱们不要被这个电脑所影响啊！咱们继续，好了吗？正起劲儿着呢，是吧？好了吗？好了是吧？老师要气晕了，真的是啊！回头呀，我就要把气球大卸八块。刚才怎么给我调的，是吧？咱们紧接着再去处理哈，是吧？老师的网络有问题，是吧？好，紧接着咱们再去处理哈，实在是抱歉哈，同学们连续断了2次，是吧？这是文浩老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都承担，是吧？但是希望同学们哈能够有一个愉快的一个上课的一个状态，我还是会认真的去讲的，好吧？来了来了，话不多说了哈，把刚才的劲儿呀收回来，把刚才的劲儿收回来，咱们继续哈。你看从这儿是吧？我再给他加。把笔压下去，一笔往下收，然后旁边，把这小花苞，啊，然后，好，这个小花苞我就，老师也不乐意出状况，是吧？下一次呀，是吧？上文浩老师的课，啊，你看你们整个的一个课程呀，都没什么事儿，是吧？在文浩老师这儿呀，出了问题，出了好几次了，是不是有一种，是吧？有一种孙悟空做过唐僧，99、80一难是吧？99、80难，最后到通天河是吧？又来了一难，把所有的经书呀，都给什么打湿了是吧？到文浩老师这儿啊，又来了一难啊。好，紧接着。咱们，继续啊，处理到这儿，你还把整个的一个小莲蓬呀，咱们给它刻画出来啊，莲蓬头啊，线条。同学们啊，穿越千山万水是吧？终于来到了啊五合一的写生课程，在文浩老师这儿呀是吧？一节课摔了2个跟头，可不行啊。文浩老师今天紧接着要坚持住，线条呀要扭捏一些是吧？不要直接的就给它画成一个结构了，反而是不舒服的。稍微做点扭捏，慢慢的线条往下去收拾。啊，把这个结构给它刻画出来。好，处理完之后呀，紧接着我继续，莲蓬头的用墨色去处理的时候哈，你看稍微淡一点，莲蓬籽儿，啊，一个笔触，2个笔触，你除非除了用勾勒的方法，其实还可以用笔触的方法给它刻画莲蓬籽儿。刻画完之后，整支勾线笔我们蘸重墨，勾线笔我们蘸重墨，点出来。把它的一个结构给它点出来。最后，从这上方往上走，是吧？跳脱出来，你看到了没有？跳脱出来，从这往下收。这一个莲蓬头的一个姿态。点上。
电焊结构。啊，好，合杆儿里面的一个结构啊，从这儿加上，是吧？层次变化我就出来了。好，紧接着。关闭一下啊，咱把案例关闭一下，啊，带着同学们从这儿去处理哈。整支笔蘸淡墨，笔尖呢蘸重墨。哎，我这块是紧的，哎，这块我要是松的，同时呢，这块松的要能够撑得起来，所以说我在刻画的时候呀。是大笔触，这个几个笔触要豪放一些，你看，是吧？哎，整个角度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在这儿把笔压下来，看看几个笔触，哎，稍微豪放一点，是吧？同时，这几个笔触里面要有什么？要有参差的变化，哎，边缘要，是吧？要有参差的变化，是吧？哎，拿个支大笔，直接侧锋压回来，扭上去。哎，该留豁口的要留出豁口来。老先从这儿，这个结构是吧？这个边缘也不要让它太齐了，这块稍微淡一点。是吧？这个荷叶的一个姿态，啊，上方是重的，然后呢，下方咱们把淡的一个结构，啊，稍微给它找一找。看到了没有？哦，是吧？一笔豪放的给它往里收，回声很大，回声很大吗？啊，你看。合杆稍微有，不要画太直啊！有同学把合杆画得很直，就不舒服了，是吧？你在画合杆的时候呀，一定要有点那种扭转的变化，有一种叫什么斗转星移的一个处理，是吧？继续，整支笔我再调淡墨，是吧？下方我刚才说了哈，咱们还画一个那个卷曲的一个小荷叶，是吧？所以说这块，咱把那个卷曲的小荷叶我给它，哎，处理出来。你看，是吧？有一点，是吧？大小夸张的变化，里面是层淡的，是吧？外层我给它加一层重的，外轮廓和边缘要参差不齐。在这有个转折。处理过来，能明白吗，同学们？到现在为止啊，我的电脑也没。老师，这片叶子和莲蓬下面的那个叶子哪个黑哪个重，是吧？这个呢要稍微重一些，这个稍微淡一些，是吧？这个是最重的，能明白吗？它只是偏干了，给你呈现的一个状态，是吧？这个要最重，啊，这个第二，这个第三，能明白吗？啊，这个第四。好吧，这样的一个结构咱们就处理完了。紧接着，我等一等同学们是吧？画好的给文和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五。你们画好的给文和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五。我点上。好了吧，画完了，同学，我觉得啊，这块文浩老师啊画的还是比较快的，再加上刚才啊出了点小情况，啊，同学们可能会稍微的有点跟不上，啊，跟不上的老师好好的等一等你们，画完了呀，可以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五，小台点，这块再给他点一点。
周末给它勾勒一下，稍微有点变化。我不给它勾完哈，简单的给它错落有致的，稍微给它，是吧？哎，拾起。文浩老师已经站起来了，是吧？稍微给它表示一下，啊，最主要的还在这儿。好，同学们，跟得上文浩老师吗？跟得上的话，给文浩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五。然后呀，咱们调一个颜色，就是我们的藤黄，哎呦，是吧？同学们是不是在拼命的画呀？都没有跟得上吗？这不文浩老师讲的太快，哎，可能也真是的哈，今天呀。断了两次，影响了文浩老师讲课的一个节奏，是吧？今天的节奏，但是今天文浩老师想讲的内容呀，基本上算是都给同学们讲到了，啊，因为我们视频断了两次，所以说节奏上面呀，紧凑感呀，可能稍微的同学们听起来的时候，后面稍微有点紧。不过呀，是吧？我还是那句话，最重要的是我们原理上的东西，同学们一定要弄明白，是吧？最重要的是原理上的东西。你能够知道是吧？文浩老师到底在画什么？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太快了是吧？太快了，我等一等，同学们是吧？整个的画面我再稍微的哎什么，给同学们复盘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荷叶，它用笔的时候呀，是以圆形的结构，稍微的偏椭圆一点的结构。同时呢，用笔的时候是拾起虚收，往里面去绘画。好，这一个小荷花呀，它再去处理的时候用的小花瓣。也是把笔按下去，往里面收，按下去，往里面收，把它的一个体态特征和姿态给它处理一下。老师，一会儿把第一节课我画的发群里，你给看看。叶金，你给看叶金。好的，好的，好的。我下了课之后，今天下了课之后，在群里面和同学们互动一下，好不好？但是得稍微等一会儿了，因为文浩老师回到家呀，可能就要10点多了。是吧？10点了，啊，我下了班，抓紧时间回家，是吧？因为老婆孩子还在家里面等着呢，我下班先回家，回到家呀，大概10点钟左右的时候，同学们咱们在群里面，我和大家准时见面，好不好？好，处理完了吗？处理完了之后呀，我藤黄加花青调一个草绿色。刮掉水分，然后呢，加一点赭石，啊，加点墨，好，调一个比较重一点的草绿色，好吧，调一个比较重一点的草绿色。老师，小孩几岁了？小孩几岁了？小孩呀，是吧？家里有个孕妇。家里有个孕妇，好，紧接着呢，咱们看一看这个小芦苇应该如何处理，是不是？小芦苇应该如何处理？你看线条在刻画的时候，哎，中锋用笔注意线条的一个提按变化，是吧？在这儿是吧？先把它整个，你看这个时候呀，我加一些小杂草呀、小芦苇呀，其实是丰富整个画面的，能明白吗？让整个画面显得更丰富一点。虽然我现在所有的我想画的都画完了，但是呢，整个的一个画面稍微有点啊孤单了，画点小芦苇，丰富一下画面，整个的一个感觉就舒服。同学们，线条，啊，先画一个主茎，主茎旁边是吧？再加几个小线条。未来的小画家，谢谢谢谢。好，紧接着咱们再去处理哈，你看，哎，有要有长短不一的一个处理。
同时呢，这个小线条呀，在刻画的时候，哎，第一个结构，哎，不对，用笔的时候，有点像什么写什么，写竹叶一样，但是比竹叶呀要稍微的偏什么，偏长一些。对吧？有点像写竹叶一样，但是比写竹叶的时候稍微长一点。然后呢，稍微注意一下它里面的一个长短不一的一个变化。分组，分一下组，这块儿呢是比较紧的，上方呢是比较松散。好吧，哎，这块下方，然后呢，从这儿再加一点小线条，是吧？哎，整个这块的一个结构，我就略显丰富了，是不是？好，上方的一个结构还是。所有的一个小叶子呀，都要往这一个方向去，是吧？为什么从这儿往这儿去呢？是吧？为什么从这儿往这儿去呢？因为你从这儿往这儿去，所有的叶都是从这儿往这儿去，它感觉画面要有一个动静结合，因为小的一个叶子都是往这儿去，哎，有股风从这儿吹来，是不是？小草用赭石吗？赭石。稍微加那么一点点，咱们基本上是花青加藤黄加一点点的赭石就可以了，是吧？还是一个草绿色，能明白吗？是吧？这样子画面的大感觉咱们就刻画出来了，有种刮风的一个感觉。其实我们说，特别是风和香味儿这样的东西，如何在我们的国画里面处理，其实呢也是比较难的一块。第一个呢，我可以用叶子的姿态。哎，我可以用小蝴蝶，是不是啊？哎，就像我们蛙声十里出山泉一样，换几个小蝌蚪就能把这个那种感觉给它体现出来，好不好？到现在为止，我们整个的一个画面，我就，老师你大点声，听不到了。文浩老师的声音挺大的呀，你们听不到吗？啊，加个蜻蜓是吧？好，让文浩老师再给他加个蜻蜓。加个蜻蜓，是吧？画在哪儿呢？老师给他加一个小蜻蜓。你们听着，文浩老师声音不大吗？你们想加一个什么样的小蜻蜓呢？我觉得我的声音挺大的，是不是你的你的手机呀，或者是你的 Pad 呀，没有放到最大的声音？画一个红的呀，哦，画一个红的，画一个红的和它比呀，不太舒服了，是不是啊？我们画一个绿的吧，画一个或者绿的或者蓝的都行，画一个蓝的吧，啊，蓝的好，能从画面里面跳脱出来，蓝的好看吗？蓝的也行啊。你看，我在这儿啊，画一个，眼睛稍微画大一点，啊，蜻蜓，蜻蜓在文浩老师的印象当中呀，是不是啊？我小的时候，哎，空气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秋天或者是夏天的时候，特别是秋天和夏天的时候，只要是马上要快下雨了，
是啊，马上要快下雨了。哎呦，你看那遍地的都是蜻蜓。同学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是吧？头比较大。现在呀，我感觉，是吧？就偏少了一些。头，是吧？处理它的一个身体。然后，它这块的一个结构呀，稍微往上翘一翘。是吧？看到了没有？哎，整个的一个姿态。有同学和文浩老师有同感的吗？小时候阴天的时候，蜻蜓特别的低，是吧？是的。画一个蓝的，是吧？我同学说蓝的好看吗？蓝的好看呀。只要想画是吧，它都好看。加上是吧？加上它的一个翅膀。你看，从外往里，好不好？哎，从这儿，是吧？压鼻压下去，往里收，是吧？压鼻压下去，往里收。好，这个小翅膀我画好了。再来，从外往里。勾线鼻。蘸重墨，加点赭石，嘴巴给它加2笔，然后呢，是吧？从这儿压笔往前来，是吧？哎，这块儿按，是吧？按提的一个过程，要给它。交接住，哎，后面稍微点一点，是吧？前面的小腿的力量，咱们就给它处理出来了。这蜻蜓看着，哎呀，蓝色的呀，其实都可以，是吧？咱们加点重一点的藤黄，把画面给它刻画出来。哎，这节课呀，文浩老师上的真累，累在哪儿？不怪同学们你们，是吧？哎，一节课断了，2次，是吧？视频，过会儿文浩老师还要把2个视频接在一起，哈，真的是太心累了，气死我了。好，同学们，今天啊，咱们的课程就上到这儿了，好不好？同学们再见了。我放点音乐哈，同学们再见了，我要抓紧时间把2个视频呀，因为断开了嘛，我要把2个视频啊接在一起。好，同学们再见了。我见过最漂亮的蜻蜓，谢谢，老师非常开心。我把整个画面调一下，然后过会儿呢会把整个画面发到咱们的群里面去，好不好？我去调点音乐，放点音乐。同学们，今天是周六了，是吧？预祝同学们周末快乐，好不好？预祝同学们周末快乐，调一首比较舒缓点的音乐。